御丰啊，咁啊突如其来咧就失惊无神，真系吓你一惊啊！今场赛事排14档起步啊，真系个个都唔记得佢咧，原来系可以摆咗喺前面咧外栏位置就系好着数嘅马嚟噶。咁啊吕卓贤跑啦，之前一路汤志杰跑噶，突然之间俾佢呢场14档抢咗喺前面贴栏放咧，顺放得出嚟咧，咁啊结果咧就抛离对手后边赢马啦。12门徒宗师冲得劲啊，但系都埋唔到身啊！